处处留情，结果经常运动的他上的山多终遇虎，前年惹出艳照风波。谢霆锋上节目被逼供，回答包括初吻、初夜、第一次性幻想的女星，其过去一周经常想起的女性等十道敏感问题。他虽然耍太极隐瞒初夜年龄，但承认初夜发生在未成年时。张柏芝也被前男友爆初夜年龄，她在17岁时从澳洲回香港后，结识了香港业界的著名金牌经纪人朱永龙的弟弟，也是当时娱乐界的小帅哥朱永棠。两人最后分手，而朱永棠也已退出了娱乐圈，但朱永棠总沾沾自喜，向朋友炫耀自己才是张柏芝第一个男人。容祖儿的第一次是被罗志祥问出来的，当时她在娱乐百分百被问你和男友的第一次在什么时候，她机智地反问小猪你说我就说，小猪则爽快回答自己第一次发生在16岁，容祖儿则坦言差不多跟你一样。我比一点你讲我讲好不好，我不来 OK 你先问你第一次在几岁？我第一次哪一个第一次？你的第一次啊，16岁的我。真的啊？真的啊。你第一次几岁的我？那你看应该是十，差不多跟你差不多。哇你好大